你愿不愿意？嗨，你好，哈利波特。小时候，我问过小雪一个问题，她希望她的意中人是踩着七彩祥云，还是开着直升飞机？你猜她怎么说？汽车飞天扫帚，还是光良2000那种？你别不信，他有多喜欢哈利波特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你继续。 你愿不愿意跟我回家？我们两个人的家。我愿意。浪不浪漫？能换个找吗？你想不想抱得美人归啊？只要你点头，浮夸岛我全包了，剧组里我有人。 一定检查仔细了，安全第一。放心，肯定安全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，哈利波特？放心吧。苏年，你要不要飞一下试试？没这必要。你可想好了，脸着地就完了。我对我的身手有自信。上车了。好。各部门注意了，女主角还有30分钟到场。 大家把三人绑起来，事关两个人的幸福，全班三次一聚。飞吧，哈利波特。准备，来。来了。各部门注意，女主角的车马上就要来了。 注意了，3、2、1，放！你愿不愿意？嗨，你好，哈利波特。 是小雪师哥，素年情敌。啊！你干嘛呢？哎呀！诗音张琪，你们干嘛呢？我们啊，继续。对对对对对，继续。哎，你信哪？哎，你信哪？我在信哪？这怎么？哟，你们在这干嘛呢？ 上个地还穿成这样，呀，还掉根绳儿，玩呢。你看他们穿的是哪儿？是干嘛？是神经？哎，你们大家在那看热闹呢啊！都回去，都回去吧，都散了，别挡道，早点回去啊！别挡道。 我给你拿行李去啊。